好，带你来看到央悦美地度假酒店荣获了衔接网络评选2021年最受欢迎的饭店大奖，全台总共有12家饭店获奖。那么央悦美地呢，是华东地区唯一获奖的饭店。西城网评选2021年最受欢迎的饭店，包括台北万豪酒店、台北福华大饭店、台北凯悦大饭店等等，全台共计有12家饭店获奖，而华东仅有央悦美地度假酒店得奖。央悦美地酒店精心规划，从绿建筑、友善有机的香草花园、养生健康在地的有机食材、美味可口的香草鸡蛋、咖喱鸡、火锅以及各式香草料理，央悦美地团队用心经营，呈现最佳的服务品质。央悦美地度假酒店副总林志佳表示，这次获奖对酒店团队有非常正面的意义，希望贵宾来到央悦美地体验到不同度假专案的贴心服务品质，对央悦美地的团队给予莫大的鼓励，让造访央悦美地贵宾们能拥有回家的感受。真是很感谢西城网哦，给我们这个奖项。那当然，这个奖项也是因为整个平台上面的消费者入住之后的体验，然后跟评价，然后让我们能够获得这个奖。那这个在花东，我们是唯一的一家饭店获得西城网的这个大奖，最受欢迎饭店的大奖。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非常的感谢。那我想我们持续的在推广我们这样子的有机无毒的度假环境，以及在地小农跟有机的餐饮这样子的路上呢，越来越多人的肯定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鼓励。那我相信在疫情前、疫情后，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体验，就是度假呢，一定要选择一个让你能够安心，然后放心，然后能够疗愈身心灵的地方。那央悦美地度假酒店呢，持续就是在推广这样子的一个健康度假，那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跟肯定。央悦美地度假酒店坐落于14000坪翠绿盎然的有机香草花园内，随着24节气时序变化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香草以及花卉盛开，栽种近百种有机香草，而其中香草迷宫花园更独具特色。酒店以有机香草文创为主轴，致力于有机香草栽植、深耕花莲市场，由35年的君达集团所打造的，不仅是一座结合有机农场的国际观光度假酒店，花莲以独有的香草美学创意打造142间客房，每个房间都有香草蒸汽式的疗愈空间。记者蒋伟、简家报道。